铁包，铁包，铁包。蔬菜冰条鱼肉，香锅。豆娃吃饭，数了，看你，二，三，都对的，哇。切真的好棒啊，你自己都有得的。混合紫菜。大豆酱不行。大豆酱。你都哪切坏了？后期，你都哪个屋里切坏了？后期去。烤肉，你要吐吗？有吐有香。你买的啥子啊？啊。老板，你戴那厚的帽子不热吗？热啊！啊，你不脱？嘿嘿，你脱还能？应该哈。是很热，说明是。十三步啊，三步。不晓得今天的虫多不多，下农一下的冰雪将把它虫都冷死了。啊，这个菜怎么成这样了？这就是被冻了的，冻伤了。那天好了，他们都在修棚子了。之前雪压垮的。Mm-hmm.
它岂不是的？哇，你看那装修的。有点怪的，但它那个里面还可以，起码再有一个星期都可以吃得到。呀，劲大了，这个别大。哎，有的，不吃了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光景，哇，应该就睡了这个叶子。这个草生命力太顽强了，居然没有冻死，又长起来。给猪儿彻底叫绕菜。看我们的红菜苔，叶子都焦了。烤了一下的感觉，是因为过了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温度升高了，所以这些菜就长得特别快，因此呢也都很嫩，所以这次冰雹他们就没有承受住。如果是经历过风霜雨雪的那种叶子或者是蔬菜，你像包心大白菜，它的叶子比较皮实，一般能够经得住这种霜冻天，几天就发出来的新叶子嫩叶子完全抵抗不住冰雪天气。看这个耳菜，这叶子全都焦了，声音听着挺好听的。皮兰和西兰花好像都还挺抗冻的，看、啊、一点事都没有。哎，皮兰，皮兰也得赶紧摘了，再不摘的话，它就要长苔苔了，就要开花了，老了。我真佩服这个草呀，这个草也太厉害了，没有冻死。这个豌豆都已经冻伤了，缓不过来了。好可惜啊。又开始打包打包了，今天装了很多鸡蛋哟。鸡蛋必须得用这种特殊的包装，普通包装是不行的。今天的鸡蛋是给一些朋友们寄的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们，还有一小。